你想起来吗？其实你天天是不是有搜自己？对，会看看。其实昨天晚上就看了，看了看了就有点睡不着。激动了睡不着。睡前喝了茶。啊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其实我这次有特别的准备光这首歌。那我先听听看好不好的。少年无知无畏，别开口是友军，听个原唱吧。少年无知无畏，用双脚来试探前方，不再彷徨。那据说其实你有一个称呼叫横店斗地主第一名，曾经到达过吧。当时有谁能和你就媲美吗？就没有，身边没什么人玩斗地主，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玩斗地主吗？哦，拍古装戏还是偏多的，会有注意头发保养、发际线这种问题吗？会要注意啊，所以就之后就不拍了。之后就不拍了。以后不拍了，你这个最近应该都不会拍了。没有什么养发心得之类的。就不拍古装啊，头发就变得很好了。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五官？鼻子吧，长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有颜值的 bug？ 问的什么问题？怎么会有颜值 bug 呢？对不对？你都替我回答了，应该没有太严重的颜值的 bug。你都懂，你这种长得比较好看的人。在接这个剧的时候会有想要挑战一下就温客行就那种。嗯，对啊，那你没做好功课吧，我在很多地方说了都是一次。我有看，但是我当时看的好像是那个龚俊老师，他说他想解释龚俊，那你遇到了采访。我们过几天就要采访他啊。那问他现在挣钱有没有多一点。挣钱有，哎，真的在冲浪哎，最近他就大家都在 Q 这个挣钱梗。对啊，我也问过他为什么工作可以那么的快乐。挣钱啊，开心啊，赚钱那么开心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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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小姐你讲抖音。